啊！杀回啦！为什么我在上面，他跑到那边吓我 ？Hello， 观众们，你们好，我是 DK， 今天为你带来的是《Final Fredbear 2》弗莱德熊的午夜后宫二。因为 Fredbear 这个系列真的太多了，会多到你数不清，有什么 Fredbear 计划，有什么 Fredbear 什么什么都有可能都有。反正 Fredbear 这个系列目前真的超多。好啦，那我们就不要废话，来玩一下今天这一款比较有趣的 Fredbear 系列吧。New game， Let's go。我在哪里？ Guess this place. 猜猜看这是哪里？ The news board， 它第二行是写说 Spring Bunny 又失去了他的吉他。别碰那些枯萎的机械人偶。还有 Fredbear 这个机械人偶已经被剔除掉了，除非未来有通知。Oh， 好哦，好。他说某人需要增强他的绘画技巧。哦，这是那个卡带诶 ，OK， 有卡带可以看吗？看来应该是没有卡带。哦 ，Oh my god！ 我应该先了解这个地方，在我开始这一页之前。哎呦，里面看起来很恐怖诶，里面有两位。哦，这边是一个很大的仓库。耶，厕所，可惜这个玻璃是假玻璃。啊，洗手的八大步骤。哎，你挡到最后一个步骤了，喂。好，这门是不能进去的。我们先去中间这里看一下。他会讲话哦。我在惊讶什么？他们本来就会讲话。好，安静，拜托。这里不能进去吗？这里进不去啊。我想去里面玩沙。这是什么地方？哎，这里我进不去，这里明明就有门，我竟然进不去，算了算了。哦，这是后台，哦，好多零件哦，为什么它在黑夜中发光？我怎么觉得它好像在看我？看来我应该去找一下我的办公室了。这里有个箱子哎。它是可以推的哦啊！开始啦，按下按钮来 play 那个电话。我不是关掉？喂，不，喂，强迫你一定要听啊！这边有操控方法。我先出门去吃个早餐啊，请稍等我一下。Three days later。OK， 我回来了。为什么一回来这么多人要走过来我这边了？太快了吧！哈 ，What？ 啊呀！太快了吧！哈，第一页电话就占了六个点钟，是怎样？我们应该把所有东西都那个打包的东西都解包 ，OK？ 哪里有打包的东西啊？看一下，这里就一台电视啊，这边。有了啦，可以往下走了啦。啊？为什么我们在一座岛上面？等一下，我们主角自己有一座小岛，他应该超级有钱吧？这个人，妈的妈的，这是假的，这是他自己的小岛吧？他该不会为了躲机器人偶，然后搬来这个小岛上面吧？看来他可能躲不太掉啊。我没有订购这个东西，No。什么 Spring Trap 在这边？桌上怎么会有颜料罐？这是什么东西 ？Candle 蜡烛。好，我们到处看一下吧。哎、欸，等下这门是真的可以关吗？哦，我们如果都一直待在办公室的话，感觉还蛮无趣的啦。那我们就到处闲晃一下吧。哎、欸，这窗户是做假的吧？这里根本没玻璃啊，还太干净了。这个人如果这么有钱，可以买下一座小岛，那为什么他还来这边？我怎么听到有人在走路的声音？不对！喂！哇！这杀回，然后你也太快了吧！啊，他真的找不到我了。那边那个家伙在干嘛？为什么我会觉得背景音乐很耳熟？原因是因为这首音乐好像是《Minecraft》里面的音乐。如果你有玩《Minecraft》，你仔细听一下背景的音乐。
怎么不动了？哇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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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为什么直接重来了？杀毁，然后这画质瞬间给我调最低，怎样？哦，杀毁还会干扰人哦！哇哦！哎，可是我们这页如果是躲在这边，他们就找不到我们啦、啊。就这个家伙比较危险而已。啊！杀毁啦！为什么我在上面，他跑到那边吓我？不是啊，这个游戏根本就没电量限制，那我们就一直把门关着就好了、啊。我想做点不一样的打算。哦哦 ，Nightmare。Nightmare 在这边，这游戏也太搞笑了吧！这游戏哦，这有玻璃呀、啊。No！ 哎、欸，想进来是不是？啊啊啊！哦，这边应该是安全区了吧？哎、欸，这不开手电筒真的没办法玩吧？你自己看，你最好看到东西呀、啊。我们可以在这里把第二页耗过去耶。我们先到处看一下吧。哇、哦，这个家伙是怎样？这有通风口哎、欸，我们要不要进去看一下？为什么我可以站在通风口里面？奈米尔在这边，他回去他的位置了。你在干嘛？哎呦哎呦哎呦！哎，他们这里有死角，他们进不来、欸。哎，等一下，有人进来了。我的画面糊掉了，我现在超怕，我现在被他包围了，我现在怎么出去啊？为什么要播这个音乐？这么麦快的音乐？哎、欸，六点了 ，Yeah， what？ 哦，你怎样？吓我一跳！我不是被机械人我吓到，我是被主角吓到啊！啊！我没有手电筒，那这页我们就等下次再继续吧。然后这页未免太暗了吧？这边。哇！好，观众们，如果喜欢今天影片的话，记得先帮我个 like 和订阅吧。那我们今天这一集的 Five Nights at Freddy's Bear 2就先玩到这边了。那如果你喜欢，记得先帮我个 like 哦。好啦，那我们在下一部影片见哦。Peace out！ 哇哦，完全看不到怎么玩啦、啊。好啦，那我们下部影片见喽。Peace out！